依家咧，我哋就系维港半岛一个五十九座一个阳台依度啦，吓嚟大家睇下依个景观。呢个咧就其实系属于二线海景啊，严格嚟讲嘅话，不过咧景观嚟讲咧都系好阔绰、好好养嘅。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，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，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，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，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，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是维湾阿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维湾晓晴。哇，晓晴，今天呢度好冻喎！真的很冻啊！差不多，我觉得应该十度啊，同哈尔滨嚟比，我哋呢度十度的话，哈尔滨应该是负十度啦，差不多噶啦。好，依家咧，我哋就系维港半岛一个五十九座一个阳台呢度啦，吓嚟大家睇下呢个景观。这个呢个就其实是属于二线海景啊，严格来讲的话，不过呢景观来讲呢都是很阔绰、很好养的。前面呢那三座楼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一栋啦、二栋啦、三栋啦，就维港半岛一二三栋啦、可能它建起来之后呢右手边这边就看不到的啦、左手边呢这个是六十一座，这个六十一座呢、目前呢都基本上就卖晒的啦。同埋咧，我哋五十九座依個點解我哋要拍依個户型呢，就係、目前依個景觀全部都係固定好嘅，唔會話六十座咁啦。六十座可能要遮少少遮住，但係咧我哋都會同觀眾講明白點遮嚇、但係咧影出嚟嗰個感覺啊，就係冇依個實際嘅好啲咯、因為嗰啲最好多唔確定性嘅嘢存在嚇，同埋咧。我哋依邊係下邊係別墅區啦，基本交咗樓啦，都唔會話建高樓噶啦，都唔會建高樓噶啦，所以咧，呢個景觀咧就係已經固定曬噶啦，同埋咧可以睇到咧，都可以睇到下邊嘅別墅區啦，海景啊，同埋嗰個入園區嗰條橋嗰條路。其實呢度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嘅商業嘅，係咪啊？哦，依度商業咧，我哋要房間嗰邊先睇得到啊！依、這個陽台依邊咧就行到依度，最多睇到嗰啲別墅最尾嚇。同埋大家講下咧，下邊依個別墅啊，個綠化綠色未整嘅話咧，依啲係今年四月底交樓嘅，四月底五月初交樓嘅。前面嗰啲整好綠化咧就交到樓噶啦。不回港半島依個別墅咧就係、最多就得翻八套啦，其他都賣曬噶啦。咁都可以化得比較快咯。係啊。啊，小婷啊，依套房咧，我哋先讲下价单啦。好啦，依套房咧就系五十九座，一百零八方，零二户型啦。依套房系三房两次嘅，二加一房，二加一房，三房。目前一次过嘅话咧，总价我哋最低可以同开发商攞到系119,600元。系，冇错。咁按揭嘅话咧，折后咧系124,600元出头。咁首付款嘅话，生成就系37,000几啦。月供咧30年嘅话就系4,100元出头。如果你哋想做二成首付咧，我哋呢邊都有渠道去做嘅，就係、二成首付啊，大概係27,000左右就 OK 嘅啦。好，咁我哋依家係去同大家介紹一下個户型啦。好嘅，冇問題。哎呀，入嚟之後好暖啊！暖咗好多喎、啊，入嚟啊，啱出邊嗰度即係啱好凍嘅呢度。咁我哋從入門口呢度同大家介紹一下啦，好冇？
我哋呢層樓嘅樓層咧係20樓嘅02户型啊。其實咧而家都係現樓嚟㗎啦，所以咧大家辦好手續之後咧都可以交樓㗎啦。啊，依啲就係交樓標準啦，嚇、嗯，同埋咧就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，俾埋嗰個尾款就全部即刻移交鎖匙㗎啦。我哋之前嘅半島銷冠介紹一下我哋交樓標準。啊、其實依個都係比維港灣咧，其實差唔多依個交流標準，就比維港灣好少少嘅，有咩要三件套啊、廚房咯，等陣間我哋睇下咯。維港灣基本上就送個抽油煙機啊嘛，維港半島咧就係有嗰、那個燃氣爐啦，都依啲都有得送嘅、因為入門啦同維港灣嗰啲都差唔多嚇、啊，都係依個馬帕卡同埋咧個鎖匙嚇、啊、都可以用嘅依啲。同埋咧同維港灣有啲前排嗰啲有比嘅咧，就係依個開關啦。依家終於要啲升級噶啦，依個係機器開關啦。啊，就唔係嗰啲撳嗰啲。係啊，嗰啲撳咧雖然話智能，但係好容易壞。依個你睇啊，幾好啊，啊唔容易壞啊嘛，依啲。好，咁我哋依度咧一入户咧，依個開間咧都幾大噶啦嚇。依個開間係3米6嚇。三米六呢個開間，三米六空開間、正常就呢度梳發位咯。啊、不過咧喺屋企呢度咧，梳發坐住都去望啲海景嘅。啊，同埋佢呢個設計嘅話，佢有背景牆。係啊，依、這個要背景牆交流咯嚇。同埋咧，你冇發覺到啊？依、這個吊依、這個射燈呢度啊，依、這個射燈全部同埋前面整咗依個依、這個天花少少嘅天花啦嚇、其實咧，我睇咗下。都維港灣那邊應該會好少少，因為唔會，因為咧好多人住嘅話咧，住內咧上邊會積嗰啲塵啊，積灰塵，積灰塵啊，所以打掃嘅話比較難打掃啲，嚇、不過靚就係靚啲噶啦，嚇、好，咁我哋依家睇下廚房啦，嚇、廚房咧，依、這個廚房都係個 U 字型嘅，一廚房都係通風採光啦。啊，同埋咧依個廚房可以睇到維港半島一個商業圈啦，那個商業圈嘅話咧。那個商業圈其實都全部建好咗噶啦，嚇佢依家唔賣，要統一招商管理，或者就係要賣嘅話係一層打包打包賣咯。目前開發商政策應該係2-1嘅，仲未。不過我睇到佢抽油煙機係方太喎。係啊，抽油煙機同埋依個燃氣爐，同埋一個消毒櫃，你依度有個消毒櫃啊嘛。依啲咧全部都係標配咯，依啲全部都係方太嚇、三件套啊嘛，我啱講三件套嚇。同埋咧，我哋依、這個維港半島咧，都係用燃氣嘅，天然唔係天然氣，係石化氣啦。哦，石化氣都係可以用火啊嘛。啊，但係有個燃氣爐嗰個標嘅話咧，就裝呢度啦。啊，依啲都係有啲設計有啲問題嘅。啊，你擺入去依個櫃，基本上就冇得用啦，用唔到啦，用唔到噶啦，冇啲收納空間咯。係啊，好，咁我哋介紹一下嗰個房間啦，嚇。房間的話咧，啱話三個房間兩個廁所啦，你依個過嚟就個房間，依、這個房間咧就係、是、直通到嗰個陽台啊，聯通嘅。係啊，其實碧桂園依個設計咧，你睇下，依兩個插座到依度嚇，啱啱好，啱啱好擺個 MA 5嘅牆，佢冇問題啊，一個牆兩個牆頭櫃，然之後咧。哦，依度擺唔到兩個，擺個牀頭櫃喺嗰邊。依度整個60嘅依個就係定制嘅衣櫃啦，啊，定制衣櫃啦。依邊咧，依家我哋設計嘅話咧，我睇我嘅嗰個設計師咧，依個衣櫃、那個牀頭櫃咧，就係做嗰個中空嘅。哦，中空嘅擺即係雙嗰牆裏邊嘅。哦，知啦，就凳喺入邊嗰種，就唔會佔咁多空間啦。係啊係啊，依個設計都唔錯嘅嚇。好，咁我哋去下一個房間。依個房間咧，我哋依家都睇到啦。依、這個碧桂園好多設計都係咁嘅啦，就係、是、依個房間陽台改房嘅。陽台改房嚇，依、這個都係交流標準啦嚇、不過依個好採光喎，依邊係啊，通透就絕對冇問題嘅。我哋依個朝向咧朝北，冇咁壓迫咯。係啊，依、這個窗户依個朝北少少啲啊。依邊咧就係、是、朝東，朝東嘅東係依度都可以睇到個商業圈啊，你聽。我哋去主人房呢边啦，主人房咧，佢到带咗一个套厕嘅啦，吓、不过维港湾呢个全部交流标准咧，那个厕所都系智能马桶嚟嘅啦，啊，依家都系智能马桶，啊，喂，呢个主人房咧可以摆个 MA8 墙，加一个就系衣柜就 OK 嘅啦，
佢呢個都可以望到海喎，主人房呢度。係啊係啊，因為依套房咧，就係嗰個小房間同埋主人房係可以睇海嘅。哦。啊。不過佢呢、這個呢呢、這個係承重牆嚟嘅呢個。係啊，依、這個承重牆，同埋個飄窗都唔可以打嘅。點解講呢？因為碧桂園咧，佢飄窗咧下邊咧，基本上就放嗰、那個空調個外機啊，空調外機。你依度擺嘅咧，基本上就係你下邊嗰層就擺你依度，你自己外機係擺依度啊。嗱，依度有個窿可以通出去，空調外機啊嘛，所以依度唔可以打啊。不過佢呢個空間咧，可以做一個定置櫃咯。係啊，依度咧就可以做一個定置櫃啦。嚇、啊，擺啲擺啲嘢上去得啦。呢個做個櫃，入邊就做個櫃。點講咧？呢、這個108方咧，就係、是、中規中矩嘅户型。係啊。因為咧，佢主人房係大洗手間嘅、啊，所以咧會比較舒服啲。同埋咧，那個飄窗咧，如果用得啱嘅話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用得唔錯嘅、那個飄窗。空間都算 OK 嘅。够唔够大啊？转个圈嚟睇下，转两圈嚟，跳条舞俾你睇下好唔好 ？OK OK， 好啊。啊，呢度仲有一个客厕啊，客厕。佢交标嘅话，真系同嗰个维港湾完全唔一样，唔同组团，唔同嗰个品质感觉。系啊，同埋咧，佢嗰廁所咧，洗手間啱我睇到依個廁所就係依個要個 LED燈嘅嚇，依個咧都係可以喺出邊開關，你中意開就開關就關啦嚇。可能話你照個鏡，然之後咧唔夠光啊，咪開下咯嚇。依個比較人性化嘅設計咯嚇。今日依套59座2002号房咧就介紹到咁啦嚇。依、这個總價咧，再同大家講一次啦，就係、是、一次過嘅話咧，就係119,600元可以攞到一個地價。嚇，揾、我哋買房咧，就係、是有誠意嘅，我哋俾個誠意價都好快嘅。嚇、唔使同我哋傾價傾咁多，因為依個大開發商咧，你同佢傾價咧，除非佢要政策入嚟啦。如果正常嘅每個月嘅定價咧，我哋講嘅價間咧，基本上唔係話基本上100%。依、这個就係底價，係冇錯，都會報底價俾大家嘅、所以咧，如果係手頭上冇咁多預算嘅朋友咧，想按揭嘅話咧，大概呢套單位嘅價錢係1,246,000咁啊，三成首期37萬出頭，月供嘅話4,100元唔到4,200元，如果係二成首期嘅話，大概係27萬左右啊，所以咧睇大家嘅一個資金預算啦，同埋一個款方式啦，都可以聯繫我哋嘅。好啦，同埋咧，我哋如果揾我哋買半島咧，有咩送咧嚇、啊？其實好多就係話送電瓶車啦、高爾夫車、送車位嚇，依、啲我哋都可以送嚇、最主要係你需要咩，我哋可以做得到嘅，就送俾你哋，好冇？冇錯，我哋都唔講嗰啲送咩，你哋同我傾就好啦，好冇？好嘅，咁呢期到呢度啊 ，OK， 拜拜。